我相信香港人都可以做到好的相机。我是 Gary， 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，亦都是 Mint 的创办人。香港一直有我的家里，我亦都觉得香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，所以我就决定了回来香港。即是之后相机呢，每一张相影出来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在一个数码的年代，一种体验是非常之难得。我想将一些旧的相机那些精髓和一些新相机的科技结合在一起，将一些古老的相机那些精髓继续传承下去。这个也是我创办 Mint 的一个初衷。很多人都问为什么我们叫 Mint？Mint 的意思就是呢，有些古董是保存得很好，我们就会叫 Mint Condition。 而我们所卖的所有东西呢，都是在一个很好的 Condition 下面才会卖给客人的，给人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。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有想过要全新做一部相机出来的，我们只不过是将旧的相机翻新然后再卖出去。而这个模式呢也都大受欢迎，那我们就把心一横，自己做自己的相机了。做任何的产品呢都会遇到很多困难，即何况是做一部相机一些那么复杂的产品。在做这部相机的过程当中呢，当然是遇到很多困难，甚至乎呢差点会面临倒闭的，因为投资了落这部相机上。但是好彩我哋同事同埋其他 partners 都係非常之幫我哋啦。最終令呢部相機成功咁樣可以出到街。我覺得我哋同香港其他所謂始創公司最大嘅分別咧，就係我哋將個眼光放喺全世界啦。咁呢部相機咧，唔係淨係我哋本地賣緊，其實我哋主要係全世界都有得賣嘅，咁樣先至可以做到真正的 impact 對個世界。咁而家呢個相機咧，同埋我啲產品咧，世界各地都可以買到，亦都好多人係用緊，可以叫做係非常受歡迎嘅。大家做到咁樣嘅成績，我都覺得係感到非常高興同埋驕傲。